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学习定成正觉第七。今天我们经文呢，从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这一段经文开始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师长讲到啊，这是阿弥陀佛德相的大用，通通实现了。那阿弥陀佛的智慧光为什么可以普照十方的刹土？这是他的愿力他要度尽了十方三世一切众生这个在后面的经文都有提到。一般佛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那我们学《无量寿经》呢？我们跟大家都一起强调也一起共勉了要学阿弥陀佛的心。我们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不是往生之后才这样哦。我们应该是当下就要这样去，心愿同德同行。所以我们的心也要能够把一切众生放在心上这个才是跟阿弥陀佛同心呢。在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当中他有提到。念佛人要发大心，而这个大心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量，我们都谈过三种根本，第一呢，本尊是成就的根本，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那是心去念，心去成佛，所以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所以这个发大心要发48愿了，这样的大心，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说，发大心普愿法界众生同生极乐。我们常常念回向文同生极乐国，那这个心愿呢，是发自内心念出来的，那这一个回向文呢，从内心发出来的了，念得很相应了，会不会有看不顺眼的人？不能包容的人，那还有的话，那这一句不够相应了，
啊，所以我们假如有发现，啊，看谁有点情绪了，啊，赶快念，同生极乐国。啊，这个心境啊，可能就开始转变了。我们念着这一句经文，也要随文入观呢。啊，我们总不能念这一句“愿我智慧光”啊，是阿弥陀佛智慧光啊，普照十方刹啊，是阿弥陀佛普照十方刹啊。哎，假如这一句随文入观呢，“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是吧？哦，哎，我们看江老居士讲的哦，啊，念佛人要发大心啊，普愿法界众生同生极乐，以此正念，这个正念就是这一句万德洪名啊，明熏法界，广度寒士啊，啊，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为谁念的？为一切众生念广度寒士啊，希望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得力呀、啊，普熏法界一切众生啊，用这样的心量啊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好，若人融会得这点道理。哎，真的。发大心了，用这一句佛号的功德祝福一切众生，护念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国。哎，还有不加紧念佛的吗？哎，现在还有多少法界众生在受苦？我们就不说其他的地区了，就说我们地球就好了。你看现在每一天有多少人寻短呢、啊？这都在我们希望啊度脱的众生里面的。哦，而一念遍虚空法界哦。那这个真相啊，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说到，啊，我们不要受啊时空的影响。哇，那离我那么远呢？哦，那其他的州了，其他的国度了，这个时间空间呢，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是抽象概念哦。可是我们把时空当真了，真有了。它就会让我们产生分别执着的心。哎呀，没有用了，离那么远。哎，老和尚讲经常常有提到修然博士。你看，没有见过的人，离那么远，只有一张照片。啊，用诚心念四句话来祝福他。啊，那请问大家，这四句话的力量跟这一句佛号哪个强啊？哦，当然哪个强还是心决定的。哦，你假如对这句佛号都不相信，那不一定强了哦。你相信这一句万德洪名是能灭众罪，是无上生妙禅。哦，那这个力量就大了，啊！你相信这一个"阿"字就出生一切陀罗尼了，一切密咒都从这个"阿"字出来的了，那你这个念的力量就不一样你怀疑他了，哦，那可能力量比不上四句哦，因为这四句哦，你念起来啊，对不起。请原谅，
你的心啊，啊，假如跟这四句话比较相应啊，哎呀，那还起点力量的是吗？啊，谢谢你啊，因为这四句啊没有生密，哦，这阿弥陀佛，这是很深的密咒，嗯。哦，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显安大师说的，暂持圣号胜于布施百年呢。这祖师啊，我们从他们的法语就感觉对这一句佛号的信心呢。这个藕益大师说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佛号都在里面。啊，三藏十二部都在里面。啊，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里面。啊，三句境界都在里面。啊，那这祖师都是入境界的人哦，啊，那我不怀疑他说的，哦，我们很有信心啊。念这一句万德洪名啊，其实念这一句啊，整个虚空法界都包含在里面了啊，这在《阿弥陀经》就展现出来了。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啊？啊，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这是无量的空间呢，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这是无量的时间呢，空间是横，时间是竖，啊，横竖交错，无量的时空交错在一起，就是法界体了。就是整个虚空法界的，啊，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啊！哇，你看《阿弥陀经》这一段经文含义深远哦，用光跟寿来诠释无阿弥陀这三个字，哦，所以都没有漏掉啊。哦，所以我们真的真心要利益一切众生呢，那还有不加紧念佛的吗？还怕念佛不得力吗？哎，真的觉得现在众生很苦难呢，我们这个慈悲心真发出来了，啊，怎样帮助众生？用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最能帮助众生，最能消业。那这个慈悲心恳切了，不可能念佛不得力了。啊，印光祖师啊，在啊，算是30年代了。啊，当时候。灾难包含战争呢、平传啊，印祖强调啊，最能化解灾难啊，这祈福消灾呀、就是念佛效果最好啊。那不要杀生吃素念佛。所以这一段《金刚经》讲义这个江居士谈得很深刻说还有不加紧念佛的吗？啊，还怕念佛不得力吗？要紧，要紧啊！江居士用了2个要紧我们不。
恳切的念佛啊，可能众生的业一现前了，啊，他可能就寻短了，他可能就堕落了。啊，至诚可以感通啊。好，所以这一句佛号明熏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也跟一切众生结了缘了。那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学得深入了，结了缘了，可能今生来世都能遇到啊，都能介绍给他们，当生成就的法门呢。后面讲到为众开法藏啊，广施功德宝啊，这个当生成就的法门真的是功德宝啊。啊，承德记得有一次啊，在朋友家，刚好这朋友出去了，我帮他看房子。那刚好那时候啊，自己买了一台烧录机啊，录那个 CD 片的，你看时代转变得很大了，现在都没用了，都用 USB 了，太快了啊！我在那里拷这个还是 VCD 片的了，拷 VCD 了。哎，突然有人敲门了，打开门，哦，人家来化缘的，就是他们有办残障学校，希望啊能资助一些，支持一些，这么巧，我到朋友家还碰到了，这个就是有缘了，那当时候捐了一点点钱啊，结果他就拿出来那个簿子啊，你看啊，谁谁谁捐了多少钱，谁谁谁捐多少钱啊，他有签名啊，他翻给我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签妙音，我就有灵感了，我就签了妙音。他一看，哎，怎么你也签妙音啊？我就把这个典故告诉他啊，念阿弥陀佛，同名妙音如来。这个妙音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那因为啊，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他发了48愿，我顺便给他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无量寿经介绍给他了。所以我们留一点心呢，可能眼前所遇到的事啊，都可以跟无量寿经连结起来。大家看后面还教家人怎么相处啊，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己。世间人的苦，有余少余，施欲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你不知足很苦啊，知足才能常乐啊。就把一些社会现况都诠释的很鲜明啊，是吧？都可以跟无量寿经连结连结啊，让他感觉哇，这部经讲得很好啊。好，那无量寿经要变成我们人生的剧本啊！这每一句要随文入观呢。学无量寿经呢，老和尚说的，就是以阿弥陀佛为老师啊。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啊。既然向老师学了，
学就是效法，哎，越学越像。哦，所以我们学《无量寿经》，越来越像阿弥陀佛，这才叫学喽。首先学心量啊，然后让说学佛首先呢，扩宽心量。接着消除三垢明，明即众恶难。这个三垢是贪嗔痴啊，明呢？明就是不清楚了，愚痴了，啊，愚昧昏暗了，啊，消除啊，这个贪嗔痴这些三毒烦恼，这就消业了。静修捷要当中有提到，一心观理无量光寿如来世尊，是指阿弥陀佛啊，如来世尊呢，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众生有缘遇施光者，垢灭善生啊，你看这里。三垢明，垢灭了，善生。好，而且相应了，念得相应，马上感觉什么？身意柔软，身心马上有变化。夏莲老说，根生器界潜转换，根生，你看我们的六根。包含我们的身体、器界，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是器世间的，不知不觉在转变。大家假如仔细观察自己的状态，比方说，你有烦心的事，看看镜子，脸有一点。揪在一起，额头没什么亮光，你马上不想了，不想了，专注念阿弥陀佛，你念3、5分钟，万缘放下，一切莫管，念阿弥陀佛，念了5分钟呢，再来照照镜子，感觉有差哦。最明显的额头比较亮了所以这个你一念佛啊，佛光就照了，身意柔软，所有疾苦啊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如是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这光中极尊呢。佛中之王十方诸佛所不能及。我现在每一天期待念佛的半个小时，哇，那真舒服啊！叫佛光普照啊！其实啊，基本上每一次8点要念哦，很累了。越累越期待，为什么？念一念呢就不累了。所以除非有课啊，不然我一定念佛那个半小时我不会错过的那今天呢？今天因为我们有课了当然了，我们一起探讨《无量寿经》依照老和尚的经教啊。你随时都得到佛、阿弥陀佛的加持了，当然，
我们要自己感觉一下啊。我们现在一起交流了快半小时了啊，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感觉这个心脏有没有舒服一点啊？刚刚还在烦哪些事儿啊？哦，你看老和尚这里讲了，哎，佛光我们没有见到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啊，佛之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佛光明照耀之处。你肯读诵，肯去求解，你就得利益。我们看他读《无量寿经》啊，就说读第六品就好了。啊，你看，我作佛时，十方众生来称我刹，哇，你看呢，都是十方众生，那种念着念着心量就不知不觉扩大了，哎。啊，这个就得利益了，你就晓得啊，我该如，应该怎么生活，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处事。那等于是把佛经啊，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了。那佛经一落实啊，我们的心呢，跟佛心相应了，跟真心相应了。禅是佛心，经是佛言，戒是佛行，三而一有，心行是一呀。佛的言语都是从真心流出来的，我们照着做，就跟我们的真心相应了。不止佛光会照我们，我们自己的心光也会照自己哦。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你在助人的时候，你是用你的慈悲心，你看做完之后觉得很欢喜。所以有外面的佛光照，也有自己真心现前。也会利益到自己的身心哦。其实真心是我们本有的啊，把自私放下了，把贪嗔痴放下了，这本有的真心会起作用哦。自私一放下了。哎，怎么感觉自己越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了？所以要相信自己呀，本有真诚慈悲的心哦，同体大悲的心哦，这个不是从外面来的哦。信很重要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哦，所以我们看老和尚说的。念佛，这个念怎么写啊？金心，心上真有佛。用真心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我们现在为什么工作很累？因为工作跟真心不相应啊。可能做着做着会起烦恼啊，哦，这种累是身心俱疲，就心里啊很无奈，然后很疲累，哎，假如都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去工作，哎，在工作当中啊会有法喜。请问大家有法喜的时候，自己的心光有没有在照自己啊？比方说，我们说开会，
我们开会在总结这个活动啊，总结曾经走过来的路啊，我们都用经教。哦，你看这个开会，称赞如来，你看某某部门呢，人家付出很多，他们照顾人很细心啊，我们在称赞如来，用普贤行啊开会，我自己呀、哪里哪里做得不好，下次要改进，忏悔业障，大家感受一下。开会用普贤行开会啊，累不累？越开大家互相赞叹、互相感恩呢开得欢欢喜喜越开越有智慧。你开会第一个领导讲话谁谁谁乱七八糟，谁谁谁搞什么鬼他一下去上来，你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开成批斗大会。所以啊，依照经典怎么去生活、去处事、去做人呢？就蒙佛的光明加持啊，这个光明就是智慧。所以本经啊，每个字都有佛光。每个字都是自性的智慧，读了怎么会不开悟？怎么会不消业障？最明显的，读完经啊，这个手都是滑滑的，都不用保养品都可以这个身心都有受用读了怎么不开悟呢？怎么会不消业障呢？不止读了可以消业障，做了也能消业障啊！而且做了解行相应啊，长生智慧啊！老和尚常说的，六祖大师见到五祖说，弟子心中长生智慧。为什么长生智慧？依教奉行。我们只要认认真真把《无量寿经》的一句话落实一定是消除三共鸣。你要把一句佛经做到啊，你不把贪嗔痴消掉，你怎么做啊？我们就比如说《无量寿经》了，就说《弟子规》吧。我们不把习气放下，你父母呼应勿缓，你做得到啊？你那个拖拖拉拉不放下，怠慢父母不放下，恭敬心没提起来，你能做到这一句吗？见人善即思齐，重去缘以见机。我们不把嫉妒别人的心放下。见人善即嫉妒心里还有点不舒服，只是运气好而已，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嫉妒心会起来哦。见人恶，没有把那个见人家过放下，就不能即内省啦。所以，我们要落实每一句经文呢，都要消除三共鸣哦，要放下习气哦，提起正念哦。好，所以依教奉行啊，烦恼就轻了，行了，解行相应了，心境提升了，烦恼一轻，智慧就长。所以，假如我们感觉我们遇事不知道怎么应对，提不起正思维，那这个就是智慧不足。我们都要检查我们自己的修学状态，
打破自欺一关了，不能修的，哎，我到底有没有进步，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能在家庭事业打迷糊仗，到了佛门可不能继续打迷糊仗哦。那学了佛了，家庭也不能打迷糊仗，工作也不能打迷糊仗，因为佛是觉的意思，要在一切境界，家庭是境界，工作是境界，都要觉悟，都要面对境界清楚，不清楚怎么应对进退，怎么拿捏分寸。是非宜勿轻诺啊！今天中午承德吃中饭啊，也要面对境界清楚啊。他们拿地瓜说很好吃给我，我没有拿啊，因为我判断啊，吃了我会太撑啊，然后后面榴莲就吃不了哦，所以我要面对境界清楚啊，自己的食量清楚。哦，不能常常吃的，哎呀，太饱了，好难过啊！这叫面对境界不清楚。哦，被什么障碍了？被贪心啊！看到喜欢吃的，止不住多吃了一点，胀了啊！这个就要受苦了啊！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所以感觉呀，你看这个佛经呢，佛法无边呢，请问这个，好，我们说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这句话在哪里呀？当下，随时随地呀，我们念佛，祝福一切众生。我们做任何事，我们用真心去做，以这些功德回向给众生。而且我们真心做事的时候，有形无形的众生看到了，都能增长他们的善根。就像我们去亲近老和尚，他老人家一个眼神动作啊。我们很多英国汉学院的学生终身难忘那种慈祥、真诚、柔软这些年轻人说了每一次觉得比较没动力了，哎，脑海里浮现老和尚的眼神呢，就好像充了电一样那个真心显露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放光哦，都会启发人的善根哦。诸位仁者，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说妈？我觉得看到你做什么的时候最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跟你们交流过？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公益广告，用心的女人最美。你看，得用真心哦。在我的脑海里，一想到自己的母亲了，工作了一天呢，回到家里又要煮饭，晚上有时候我都准备去睡觉了，跑到楼下，那是水泥地呀。老母亲不，母亲现在年纪大了，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搓衣服啊，洗衣服啊，那个影像留在心里所以都很念着母亲的恩那么辛苦，
你看，早上我们一睁开眼睛下楼来，母亲在那里准备早餐。哦，现在我们引导孩子，哇，要念母亲的恩呐、啊！你看我们，啊，醒过来一看到妈妈在做早餐，小朋友举手，我妈妈还是睡觉呢。哇的，哦，所以现在讲课有时候不好接话了啊，哦，当然也得接啊，你妈妈工作太累了啊，哦，昨天太晚睡了啊。好，我们学一学煮早饭，煮给妈妈吃。有时候啊，现在成年人他不一定有学到传统文化，啊，你让小孩学了，他的孝心一起来，有时候触动父母的善根呢，真的。哦，你说那孩子起来，爸爸早，妈妈早，昨天睡得好吗？哦，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哎，挺好挺好。突然想到，哎呀，我怎么都没有给我爸爸妈妈这样做啊？哎，哦，所以谁先学了，谁先觉了，好好去做，都会触动啊亲戚朋友的善根。好，那所以师长啊讲到了。看你读经啊，都能消除三垢名，消业啊。当然你是诚心去念经啊。老和尚说的啊，有一些人念呢、啊，业障不能消除啊，因为他为了求五欲六尘呢、啊、来念经啊，他要求升官发财，这样贪得无厌。啊，所以佛菩萨不会帮你造罪业，因为佛菩萨有智慧，啊，不可能增长你的贪心。好，那明记众恶难，明是智慧呀，记是救济、嫉妒，帮助众生呢解除。苦厄灾难，但灾难从哪里来的？自作自受啊！所以帮助众生不要再受苦难，最重要的要帮助他有智慧啊！你看后面讲“开彼智慧眼因为迷惑，迷惑了就会造作罪业。造了罪业，就要接受果报了，所以祸业苦，他就避不开苦厄跟灾难了。所以佛菩萨都是用讲经说法，让众生明理了，有智慧了，从根本上啊，解决他的厄难。像承德还没学佛以前呢，啊，有时候睡觉啊会被鬼压身呢，哦，这个印象很深刻，有时候动不了了。哎，学了佛之后啊，好像没有这种情况了。哦，最重要的，我们学了，哦，那守十善业了。不要妄语两舌，其语恶口，贪嗔痴，啊，杀盗邪淫，不能犯这些事情了。而且呢，念阿弥陀佛啊，25菩萨随护其人，魔不能障碍，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个念佛是有大福德始念佛啊，能念佛的人的福报。真是够大的了！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
一把念佛介绍，他马上欢喜念了，啊，那个都是大福德的人，过去生供养无量诸佛了。哦，所以俗话也说了，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离去了。啊，我们学了佛了啊，奉行十善业了，啊，纵使福报没有马上现前呢，这个祸离开我们了。啊，我们从根上不去造作恶业了，啊，因为我们不迷惑了。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就能呢避开厄难。所以悉舍三途苦，你从因上觉悟了，不造业了，这个苦报就离开了。就像《十三业道经》教导我们了。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见杂。啊，是即能令诸恶永断，恶断掉了，善法圆满。常得清净诸佛菩萨。给予慎重，哇！我们都奉行十善呢，感召良师益友，不只是往生可以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现前会感召良师益友，这佛门依教奉行很殊胜哦。那我们怎么做到不容毫分不善见杂？容不容易做到？理我们明白了，是呢？是还是这一句万德洪名，方便。我们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不离弥陀名号，就不间断了。你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十二业远离了。所以老实念佛啊，这十善业就落实了。道共戒，心在道中了。念佛即是自心现的，心在这个真心当中了。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经教啊。学了十三业，学了《金刚经》啊，怎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老实念佛，没有妄念进来，就因无所住了。一生接一生呢，叫而生其心呢。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呢，最高深的金刚般若，甚至于是最高深的我们说法相中。怎么修？转世成智，从这里下手啊！这个都是大乘高深的义理啊！净土宗啊，一句佛号都把他们落实了，妙啊，妙法，妙音呢、我们念佛时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这个就是转世成智了，就是第一念了。所以信闻如来亦方便的，你看这么特别方便的方法，苦乐忙闲莫停生呢，不管遇到什么境界，佛号提起来呀。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回到这句阿弥陀佛啊！你处逆境随恶缘，
回到阿弥陀佛，不起嗔恚，业障尽消。啊，随顺境处善缘，都回到这句阿弥陀佛，没有起贪心，福慧全现。哦，所以这个万德洪明啊，六字统摄万法啊，你看这些大乘经教落实在事项上，你看这句佛号多么方便。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中奖了要怎么办？赶快去换呐、啊！哦，赶快去兑现奖品了。哎，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就老实持名，全摄佛德，成智德啊！你提升自己境界很快的。啊，我们像看锅炉匠练3年，没有福报的人哦，生活很困难，站着就往生了。啊，我们看西方确子觉明妙行菩萨，念了7天，阿弥陀佛现身为他说法，他就证无生法忍。7天哦，哦，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不会下一个念头说：“哎呀，我不可能的啦！啊，那个人家那个都是再来人啊，我不可能的。”哇，念头都障碍住了。再来人呢，他是随众生心因所资量。我们听每一个佛门公案呢，都要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来听。不可以用自己的预设立场来听哦，这就障碍住了哦。好，啊，灭诸烦恼暗。好，那这个灭啊，灭除掉了。所以蒙佛力加持灭业。所以，《观无量寿经》讲到了，啊，你真心念一句佛啊，灭80亿劫生死重罪。要80亿劫，这数目多大啊！啊，我们在投胎在生死之间造了很多业呢，一生就造不少业哦。它是80亿劫哦。我们来看这个力量有多大。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这个我们不怀疑啊。问题不在佛那一边，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听到古今好多例子，啊，张善和，啊，最近还拍成。这个舞台剧啊，我看那个播出来的效果很好啊，哦，所以诸位同修啊，以后我们道场里面呢，刚好有法会啊，哎，大家也演演舞台剧啊，把这个很殊胜的这些公案啊，透过舞台剧呀，可能大家看的印象深刻。啊，老和尚，当时候拿了一笔钱呢，给这个游本昌老先生，啊，这个是戏剧界的菩萨，你看各行各业都有菩萨了，哦，他是坚信
啊，要用这个艺术戏剧啊，教化人心，他始终不改这个初心。你看，演艺圈好多年轻人被他感动。你看，为了拍弘一大师啊，拍这些戏剧，房子都卖人家问他心不心疼，他说值啊，这些都是带不走的，金钱都是身外之物啊。这些拍下来有缘的众生看了，生善根了。啊，我听说那个拍《达摩祖师传》的导演呢。拍完他就出家了 自己是导演了，拍呀拍呀，那善根就出来了，拍完就去出家好的，出生种善根了，成就菩提果。啊，你看都是我们这个定成正觉的经文哦。那，所以对佛的教导不怀疑，而且也有一些事例啊，证明给我们看，张善和，对不起，我讲错了，是王达铁拍成了那个戏剧那张善和也可以演了，应该不会太难演啊，拿几个牛头给他讨命啊，我的地狱现前了痛苦不堪，哀嚎他还有善根哦，叫他太太赶快去请法师来啊，他太太请了个法师。点了香啊，让他拿着香，有极乐世界啊，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念了十声呢，就往生了。而且他念一声呢，那个境界就转。我们刚刚说的，你念佛啊，根生气界前转换了，一念这个牛头就退了。再念牛头不见了，那个杀业有多重啊？可是他那种至诚恳切，一念消了多少业呀？念念念，阿弥陀佛现前了。那个不是死了呢，那是念了佛来接他呢。哇，那些地狱相马上变成佛来接他。你说这个佛号的力量有多大？所以老和尚说佛万德万能，怎么证明呢？老和尚说，可不可以把要堕地狱的人，然后变成佛？那这是真的是万能的，万德万能的，真的可以你看阿弥陀佛办到了，肯念这一句佛号哦。地狱境界转成莲池海会这是古代现代黄念老说的他有认识一个中医江苏的一个中医弟弟骄奢淫逸造了很多业，结果得了重病也是地狱相现前。结果知道他哥哥学佛还有他哥哥把母亲的后事办得很好。你看这些事啊，亲戚朋友看到了，都是种他的善根。到这样的情境了，赶紧请教大哥了。大哥就叫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你看地狱相也一转。去极乐世界做佛了，所以这个佛号灭罪的力量，我们呢，
还有100%的信心。啊，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开启他自性本具的智慧眼呢？啊，我们一般讲呢，有智慧啊，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能判断。这个了凡四训呢，义理讲得非常好。啊，你看善有真有假。有断有曲，啊，有是有非，啊，有难有易，有大有小，啊，有半有满，啊，有正有偏，你看，这个善恶有16个角度哦，大家学习呀、啊。他就会判断，啊，你看我们学《无量寿经》，啊，32到37品，知道怎么持五戒，怎么进伦常，这个就是开彼智慧眼，这个亲人之间。颜色常和，莫相为利。颜，容颜，你的面色啊，脸色啊，要温和。和颜爱语，劝喻策进。你看你言语柔和，这个家庭的氛围啊。就很放松，孩子在这种很和谐的气氛呢，他就很健康的成长，身心健康。假如父母常常有言语的争吵，甚至还有出手啊，我看这个孩子一定会落下内心的恐惧。所以为什么以前婚礼这么隆重啊？要结婚是大事啊，一个家就好像社会的一个细胞啊，细胞好了，这个社会才能安定了。老和尚说，化解世界的冲突啊，根源在家庭啊。啊，我相信老和尚这段开示大家都听过了哦。诸位仁者啊，夫妻不吵架了吧？啊，文教变形啊！哦，老和尚一重强调的，我们马上要去受持了。啊，这个就得老和尚加持，得佛菩萨加持。真的啊，听懂了。还愿意再糟蹋自己的自信吗？还愿意修，因为自己而让亲戚朋友痛苦吗？啊，受罪吗？不忍心了。哦，所以我们要把真心提起来啊，自爱。爱人呢？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刚刚啊，有一位老先生病很重了，他也不求医治了，也是很诚心在念佛。也不方便外出了。哦，那当地这个学会会长很慈悲啊，
都去给他介绍极乐世界，他也相信，愿意念佛，啊，了解到，啊，他还没皈依呢，哦，那皈依佛门规矩啊，出家人给他做证明，啊，就打通视讯呢，啊，承德帮他皈依了。哦，所以这个众生呢，这个善根呢，也是不可思议啊！哦，而且他这个临终呢，还能一心念佛啊，这个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会很强，阿弥陀佛不愿众生受苦。哦，承德也是观察了，几个例子了，啊，放弃治疗了，病得很重了，一心念佛了，都不到7天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了，真的印证了37念说的“遍救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已贤耻”。我们今天去了，阿弥陀佛，第一句话，傻孩子，你怎么今天才来？啊，不愿意我们再多受一天呢，轮回苦了。好，啊，这《无量寿经》里面也教我们怎么经营。五伦关系经营家庭，还有更重要的让我们了解有极乐世界，让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他真的明白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了。啊，他一心求生呢，他在念佛的过程呢，他也会烦恼轻，智慧长，佛号越多了，妄念就越少了，所以这一生佛号也能开辟智慧眼，你看海贤老和尚。你看，他20岁就开始念了，老和尚常常告诉我们贤公他是老实听话、真干，可能念5年功夫成片了，再念几年事一心不乱了，可能差不多40岁以前呢，理一心不乱了。好，诸位同修啊，老和尚算这个算给谁看呢？哦，Hello，算给谁听呢？哎，请问老和尚讲大经科注的时候，这一段话重复几遍，有没有用意啊？哦，看我们线上还有20、30岁的年轻人啊。算给你们看的啊，天下无难事啊！我们听到佛门的公案，要配哪一句来听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哦，当然我也要期许自己啊，好好念啊！我可不能起一个念头，哎呀，我很忙啊，这个都是找借口。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没有处理事了，赶快佛号提起来。处理事呢，用真心去处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去处理事，还是在念佛。这个功夫啊，没有间断，才能不断向上提升。
我们为什么进进退退？就是常常间断。哦，所以这个间断的问题呀，我们得要克服。若要佛不离口，先须诸不离手。啊，这个佛珠就提醒我们，不要间断，啊，不要让妄念进来。一念一弥陀，念念相串，即是佛。所以念佛的要诀呀，觉明妙行菩萨啊，我们今天也提到他老人家了。不怀疑，不夹杂，这就是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哦，所以这个不间断呢，很重要啊。啊，当然也要不夹杂哦。啊，我们也不怀疑佛号的功德。啊，不夹杂，不夹杂过去烦恼。不能念着念着，以前的事又浮起来了，赶快阿弥陀佛调伏下去。啊，其实，在念佛的过程呢，也是自知的过程。念着念着，什么念头起来了？放不下的念头起来了。啊，所以还有很多过去的事啊，这些事肯定了。还在纠结，啊，甚至于有懊悔，啊，甚至于觉得不公平，这个都不够深信因果。深信因果了，你纠结的事啊，一转，哎呀，无债一身轻，还了，痛快，哎，怎么会纠结？难怪老和尚说。李炳南老师，啊，在他老人家受完具足戒回去谢恩呢，啊，在慈光图书馆门前，啊，就对老和尚说了：“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信佛首先信因果啊，佛所说的从世上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啊。”信因果啊，没有过去烦恼；信因果啊，也不会担忧未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自然水到渠成。不用担心，越施越多，有什么好担心的？哦，所以这个念佛啊，可以观察到自己哪些放不下，啊，赶快以理则情，用义理啊调伏自己这些情事，啊，这些分别执着，它慢慢就不起来了，啊，因为你理得心才能安。好，那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呢？这个光明身是清净法身呢？这个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恢复自己的真心呢？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啊，有一段啊，他修学的心得啊，啊，我们来感受感受，哎，这个念佛能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呢，啊，这个念佛即是自心现，自心现时方念佛。不念是迷，念是悟。迷即不念，悟即念。
念及见佛成佛时，你看你念的时候就是见佛成佛的时候，三际同时无先后，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啊，你看念佛的时候，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会是障碍哦。你要念到把时间都放下了，是吧？我们一念，啊，半个小时念念念念，半小时到了没有啊？啊，你看你功夫就打掉了，哦，就不清净了。哇，所以这些法语很有味道啊！念即见佛成佛时，你看我们都是觉得念哇，我要念好多年哦，哦，才能见佛啊，才能成佛。念即见佛成佛时，三际同时无先后，净念相继即是佛。所以你亦顿隔万亿尘，啊，你开始在那里思维了、思意了，你这个功夫就没有了。哦，所以我们看黄念老说的，你没有妄念的，专心致志念这一句佛啊，当下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哦。所以净念相继即是佛，所以性闻如来亦方便哦，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哦。所以苦乐忙闲莫停身哦，你遇到是苦啊、乐啊、忙啊、闲的境界。都，这句佛号不要断了。我们看这个夏老另外一首偈叫阿弥陀佛大圆净，无量光寿体相用，我在光中念弥陀，对呀，你一念佛。这个念及啊，这个称名实即遇光时啊，珍重此时莫空过啊！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消业很快哦，珍重此时莫空过啊。我在光中念弥陀，自自光明从口出，从谁的口啊？从自己的口出哦。光化甘露灌我顶哦，随身遍照诸毛孔哦。你看自己念的这句佛的光啊，从你的顶上。照下来哦，从你的头顶透到你的四肢啊，透到你的脚底哦，随身遍照诸毛孔，一一毛孔又放光哦，身心融现光明床哦，哇！你看你专心念佛的时候啊。啊，你跟阿弥陀的佛光融在一起哦。哦，所以我们明白念佛的殊胜了，我们肯老实念佛啊，会获得光明身哦。哎，闭塞诸恶道。啊，闭塞是比喻啊。
就是这个恶道啊，啊，这个关闭了，啊，不会再去了，主要是什么？明白道理了，开辟智慧眼了，恶因不造了，恶果不可能有了。哦，那极乐世界也没有三恶道了啊。好，所以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啊，这善道的门径，这是善趣。啊，善道的门径是什么呢？是善因。那什么是真正的善因呢？什么是究竟的善因？你全都明白了，全都通达了，你当然肯修善喽，自自然然就断恶了。啊，老和尚提到净业三福，第三大乘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老和尚思维了，哎呦，菩萨了怎么可能不信因果啊？啊，应该人天成呢，就信因果啊。哦，所以老和尚很会思维哦，正思维啊。这个因果是什么？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很多菩萨不相信我。哎，不相信念佛法门了。好，所以你通达了这个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你不怀疑了，通达善趣门，而这个趣啊是去向，是要归心似箭，不要在轮回里面流连轮回路险啊。好，这个通达善趣门了再来为众开法藏，众是众生呢，你看前面讲的，消除三垢明，明济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这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呢？那这个自己得利喽。那一定要帮助别人呢。主动的去帮助人，念念不舍的去帮助别人。我们读佛经要随文入观呢。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也要随文入观，你不能是我读佛经才随文入观，听老和尚的随便听，那我保证你读佛经的时候也不可能随文入观。你这个真心要能够练得出来，一定是不要间断，才练得出来。所以你读经要用真心去读，你听别人讲话也要真心去听，你不要爱理不理的听人家讲话，你就妄心就越练越熟。善导大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这句话重要哦。一切哦，什么是一切？你一个眼神有没有包含这一切？啊，你一个举手投足有没有包含这一切？起心动念有没有包含这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出。哦，所以我们念这一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要提起清净平等觉？随时哦，要清净平等啊，不要分别哦，喜欢这个，讨厌那个。都是分别哦，我们真心的功夫就断了，就练不出来了，所以，尤其我们在海外哦，你会遇到不同肤色哦，都要平等恭敬哦，不同种族哦，不同国度。都不要分别，都要平等。不同宗教，包含学历、社会地位、富贵，都不要分别哦。我们都不能被这些东西染污哦，不能着这些相哦。弟子规说：勿产妇，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可我们也很容易着相哦。禅定是禅，是不取于相哦，不能在相上生分别，不然就动了分别执着心哦，就烦恼做主喽，就禅定就没了。烦恼一做主啊，定功就没了。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而且要用修般若，般若是离一切相哦，一分别执着，一定是先着相了，才起分别执着了。我们还是。前面学过的德尊普贤第二啊，我们还是礼敬诸佛，都看每一个众生的本性，不着在他的习性外相上，见性不着相啊。听老师的话最有福报，福在受见。那我们首先接受谁的劝呢？承德个人的看法，一定要先接受父母的劝。父母劝你，你都不听，别人劝能听，我觉得不靠谱。还有老师的劝，一定要听。老师应该是你最尊重的人了，你都不听他劝，其他人劝能听吗？那老和尚说了，一定会帮助别人。我们马上对照，我有没有？一定。主动帮助人，我有没有主动？当然这个主动啊，是提醒我们了。于诸众生，失落自己啊。当然也不是攀缘哦，要帮助别人也要。感受到对方的接受度，这很自然的。你慈悲心跟设身处地啊，这个都是相应的。除非你那个要帮人的心还是一种激动，那种激动啊，就有掺杂习气，
就有爱你没商量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哎，强迫人家中奖。好，念念不舍的去帮助别人，我们有没有念念不舍？啊，还是常常帮了一下，对方不怎么回应领情，国摇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这个心态就起来了。啊，那也跟老上教的不一样，念念不舍，他不接受，我不攀这个缘。但是我还是念念不舍，我每次都给他回向。哎，这个回向哦，扩宽心量。这个回向常常啊，提醒我们不要变心。啊，你既然要帮助这个人了，不要变。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还是在祝福他。不要小看这个力量哦，你这个祝福啊，都是跟他结缘哦。可能他下次一听你话就很能接受哦，这个很微妙的。啊，就像黄念老，哎，他也积累了帮别人的经验呢。啊，当时候他的上司王上司，啊，他都带朋友。亲戚朋友啊，要去亲近啊，都约好了，啊，每一次到了当天又有事了，啊，这黄老总结，这个出世啊，啊，接触佛法是可以出离轮回、出离世间的，啊，哎，也要有出世的福报，啊，就帮这个亲戚朋友啊，哎，念。金刚百字明，108遍呢，啊，以这个功德啊，回向给要来亲近王上师的亲戚朋友，哎，后来就比较没有障碍了。好，大家要会听啊，不要待会结束了开始查金刚百字明怎么念。啊，那就哪壶不提提哪壶了啊！哦，已经有这一句万德洪名了啊，用这一句佛号啊来回向给亲戚朋友啊，那个力量很强啊！哦，所以这些教诲都是老和尚对众生的心境。娓娓道来，老和尚就是这么样对待人的。啊，我们学阿弥陀佛，学老和尚要效法他们的心行，念念不舍，去帮助别人。啊，首先帮助谁？冤亲平等，这个亲近平等觉啊，这个平等心要这么练呢，才是。来真格的啊，干真的，打破自欺一关呢？怎么打破？从最难的下手所以度众生，你最讨厌哪个人？每天帮他回向，你这个平等心才练得出来。这个法藏啊，一般的意思是说法性含藏无量的功德，称法藏。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指的这本无量寿经，啊，这是无上的法藏。啊，这个经文说升灌顶阶，灌顶就是顶法，最高的佛法了，无上的法藏。圆满的法藏，秘密的法藏，密教显说的经典所以这一句为众开法藏，具体的为一切众生介绍、推荐、说明《无量寿经
让他了解欢喜，信受奉行，为众开法藏。当然，我们说到法，气理气机呀、啊。现在介绍念佛法门特别重要啊，末法意义人修行，罕意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当然你要为众开法藏啊，为人演说，演在前面哦，自己要学了无量寿经了，少欲知足，专求白法啊，你知足常乐了，法喜充满了，然后对人讲话很柔和了，和言爱语啊，你的亲戚朋友觉得你变了。我觉得呢，我们女性同胞啊，只要变柔和了，你的亲戚朋友对你刮目相看。哦，我感觉这个时代啊，要见到柔和的女性啊，都要运气不错。啊，哎，在我母亲那个年代啊，哎，比较可以见到。不少，所以太上老君这个老子啊，他慈悲哦，啊，他给男女啊一个很重要的护念啊，男要忠良，女要柔顺啊。啊，当然呢，我们男子学佛啊，也要柔顺啊。菩萨四德里面有柔和直直摄身德，哎，一个人的威望啊，不是很凶叫威望啊，威不足则多怒。你看老和尚这么慈祥，我们在他面前谁敢造次啊？哦，我第一次跟老和尚吃饭没有吃饱哦，老和尚和蔼很慈祥哦，但是啊，一看到他老人家自惭形秽啊，自己德行太差了，不好意思，这是道德的威。所以你当父母当领导要很凶啊，你的没有真正的威，威德，要有道德之威。你从内而外发出来的一种德行，就会有威，威仪。所以古人这些话很有味道啊，威不足则多怒，你要用气势啊，把人家压下去，你以为你自己有威了，事实上啊，你压压压压久了，人家在你背后啊，绝对不服你了。信不足则多言。一个人为什么话很多？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或者自己信心不够，就讲很多。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以前也是有这种毛病啊，越讲越虚，信不是说服别人来的，不是要来的，你做到让人家自然就信任你嘛，哪是要来的？人现在一听到别人不相信自己，难过的半死，这个都没有君子之风，不患人之不己知，
人家不了解我，不难过。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人家不了解我没关系，不信任我没关系，我做到让他相信，让他了解。我这几天遇到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呢，被人家说他性骚扰其他的同学。结果啊，3年多了，有忧郁。哎，我们现在大人呢，不能太粗心啊。有时候孩子成长过程呢，有一件事他过不了坎呢，那件事一直在他心里面发酵。他说：“我啊，也睡不着，就看手机，越看他就越睡不了了，他的脑子就完全静不下来了。”恶性循环，很可怜啊。我说这个事都过了3年多了，别再放在心上纠结，要对自己好一点，别折磨自己了。过去就过去了，转个念，我要让他们跌破眼镜，哎，你好好学。你以后成就很高啊！所有的人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性骚扰别人？你要证明给他看。转念呢，转烦恼为菩提。不，这是我跟你们讲的啊，我是说，我们引导他转念呢。我自己呀，提供一点个人心得给他做参考。我曾经在一个寺院里面呢，所有的人都误会我啊，我也经历过啊，所以现在想想，经历被所有的人误会啊，也很值得嘞。所以诸位仁者，你现在假如觉得你遇到的事觉得很痛苦很难啊，你要转一个念，老天爷很瞧得起我，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来磨练你啊！你过了这个关呢，可能同时代有很多人会遇到你相似的人生考题。你过了这个关呢，你就可以广修供养。真的自己遇到那个情境了，要想起人不知而不愠的，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而且这些境界刚好考自己，八风会不会动？都是来成就自己功夫的境界。即使是因为跟我睡在一起的人呢，他叫我不能听老和尚讲经，意思就是要听他讲。他在的时候我都没听哦，我就念心里念佛，他不在我赶快听，所以世事无碍啊，别人障碍不了我们啊，只有我们的念头会障碍自己哦，不要把责任推给境界哦，真的没有任何人障碍得了我们。这个是真相，忍辱先人，释迦牟尼佛就表演给我们看了。遇到割力王，有障碍吗？不止没障碍，快速提升，超过弥勒菩萨。我们真把这个公案参透了，就可以过事事是好事的日子啦。人人是好人啊。都来成就我的，那自己就变成善财童子了。大家愿意做善财童子吗？善财童子是成佛的样子，我们不做善财童子，成不了佛啊。
所以见人恶也是一个境界，即内省就得力了。啊，见人恶啊，是我做的还不够好，不能感动他，不止不生烦恼，变成动力了。哎，后来，哦，他不高兴了，开始给整个团体的人诽谤我，说我心术不正。那自己正不正自己知道啊，干嘛别人一讲你就难过了？哦，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人，短短几天见到那么多蛇，一定是心术不正。”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叫青龙山呢，啊，我过几天我就要回高雄，这些师兄弟，这些众生也是跟我们一起修行了，这师兄弟出来跟我 goodbye 呀，有什么奇怪的呢？哎，结果后来那个很疼我的长辈啊，都误会我了，哦，有一个阿姨哦。哦，煮饭真好吃啊！以前开饭店的，好，我住在那里胖了5公斤啊，都是他的功劳啊！啊，连对我这么好的人都误会了，哎，不难受，这个都是练心场啊，啊，立事练心啊，啊，后来我离开了，啊，就开始准备老师了，这是我。准备老师的前面的那一段姻缘啊，7个月，最后2个月去做代课老师啊，哦，后来开始教书了，啊，之后有姻缘了，到海口，啊，去海口传播传统文化，哎，后来回到台湾，05年初回到台湾，啊，在。六合净宗学会讲《弟子规》，哇，那个最疼我的阿姨来看我了，哦，他们开着车啊来看我了，来听我讲课了。你看几年前的误会不就过去了吗？人啊，一时不被误会，不要急着解释，越解释啊，可能越复杂。越解释还要讲别人坏话，不好。哦，那这个啊，我们讲到啊，这个开法藏啊，法也要契机呀。啊，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哎，《无量寿经》里面教我们这些家庭伦常怎么经营啊。家和万事才能兴啊，哦，老和尚说你学了佛家庭不和，学错了，哦，所以怎么如理如法来敦伦敬分呢，哦，那当然也是要为人演说咯，我们演在前面咯，哦，我们转变很多了，亲戚朋友印象，你们夫妻常常吵了，现在那么和和了，一定有人会来请教，哎，自己的转变的，啊，当然上一次也跟大家提到了，现在所有的人，几乎了，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境界的考试，叫手机，是吧？啊，我们上个礼拜六啊，一起讨论手机的问题哦，讨论了1个多小时，啊，大家也可以做参考啊，啊，《楞严经》有一句话讲得好啊，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佛法真的无边呢？这句话在哪？
这个物就是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在这个物里面呢，都它包含一切境界呀、啊。所以就是若能转境，则同如来那你面对一切境，只有两种情况，要不你转它，要不你被它转。我们每天都会面对这些人事境缘，可能对方刚好心情不好，讲了几句冲的话对你。你没有被这个境转，他就被你转。为什么？他只是一时情绪压不住嘛。等他静下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啊。但是你都包容，你还笑脸对他，还关心他，他的善根就出来了，不好意思了。啊，甚至于就给你道歉了，当然了，你不要人家一道歉了，你又给人家说一通道理我遇到两个人呢，闹情绪了，其中有一个发了一句道歉的话，善根出来了，发了一个道歉的话。结果对方一发拍手，就把他拉黑了。哎，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两个人闹别扭啊，两个人都有不对了。其中一个人先认错了啊，你还马上给人家发一个拍手，这个心态不妥当，应该是什么？哎呀，我也有不对啊。所以，真的，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在境界当中坚信这一点。对方善根没有起来，我还不够真诚。这古人都有这种修养啊，更何况我们要去做阿弥陀佛。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哦，所以大家要稳住啊，在境界当中，我不被他转，他就被我转了。当然你不要一直想转人家的心念，这个转的意思是你真心现前了，触动人家的善根哦。但是不要一直盯着，他怎么还不转？他怎么还不转啊？这个心就用错了啊，是要守自己的心，呵呵，不是去看别人哦。好，那这个手机这个境界啊，不能被它转，其实也是一个提升自己境界的机会，用它来处理事。很有定力呀、啊，不会被他拖着走。所以禅定在哪里修啊？用手机的时候。可是你假如每次都被他转了、我看还是别用了。或者怎么样，把手机交出来好了。然后啊。这个固定时间呢，再看。你假如把持不住啊，交给你信任的人，让他护持你，拿3个时间你再给我，总要自己想方法突破，有时候可以借一点力量，不能让同样的问题啊一再出现，我们没有多少时光。去耗了，我这样望过去啊，我们都是进入秋冬了。
这个功夫啊，要加把劲了。啊，在境界要提得起佛号啊，要做得了主了。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好，啊，今天啊时间差不多了。这个针对今天讲的内容啊，啊，因为我们6月30号有问题交流啊，这个有问题啊，我们可以那一天一起来探讨啊。当然，今天讲的有没有不理解的，我们可以提出来探讨啊。因为今日事今日毕，今日因缘今日了啊，啊，或者是你听了之后，有什么心得感悟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要把法供养变成习惯。啊，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听到哪一段啊，你眼中泛着泪水。啊，有什么深的感悟不分享啊，这样就有一点令法。啊，哎，你泛着泪水就真心流露出来了。啊，到底是听到经文的哪一段，这个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这个啊，燕子有请啊。阿弥陀佛，师父好。你好。我是听到师父讲在被鬼压，我也曾经有一次就是右侧吉祥物，就是就感觉有一股力量在这么搬我的肩膀，我往那边搬，我当时就在心里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力量立刻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我要分享的，感恩师父。谢谢，啊，燕子哦，哇，你们现在美国很早哎，辛苦了，辛苦了啊，哦，哎。啊，待会再睡一个回笼觉啊，这个体力还是要保持好啊。哦，我们还，哇，哦，还不止一个同修哈，哦，都啊一起上线来哈，哦。好，这个感谢大家啊，我们啊大家一起共学啊，也是互相的互念跟督促。啊，今天啊，就先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